TV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书瑶，我在《未来妈妈》里面饰演的角色是高嘉菲。我是 Bruce 何浩晨，我在《未来妈妈》里面饰演的是杜伯谦。马上看到我们走廊的底端，欢迎我们的新郎杜伯谦先生，还有新娘高嘉菲小姐进场。你觉得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有一个家，你会是一个好妈妈。相似的地方是我一开始就是没有要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跟我蛮雷同的，那不相似之处是他到后面他非常非常的想要小孩，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小孩很喜欢小孩，但是我不敢生小孩的人。觉得男生嘛，其实都蛮单纯的，就是在想法上面。那最不相似的地方应该是示爱的方式，杜伯谦是非常大辣辣的那种热血，然后要公告全世界这样子，私底下是一个比较内向低调一点的人。舒瑶，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未来妈妈》这一部戏，因为这一次的团队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也有很多很厉害的演员。妈妈，我们有三条不同的主线去探讨女性的未来还有自己的价值。那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除了有女性的角度还有男性的角度，不管你是男生是女生都可以一起来追这部剧，或者是正在恋爱中的朋友们一起来观赏。